杏鲍菇也来切片，杏鲍菇切的薄一点，放不下去，我们先不要盖盖子。用手轻轻压杏鲍菇，它有点阻力，然后来回的削片，这个杏鲍菇削的非常的薄。杏鲍菇下去之后，再来放这个盖子。非常快，而且每一片的薄度都一样。外面那几片酸菜都没加到酱。看一下成品。